做这个打击的一个周旋，这个球打成了一个右岸方向的飞球，右岸手往后退，结果这个球没有接到，落地形成了一个安打。哇，这时候三垒上跑者回来得分，一垒上跑者这时候也绕过了三垒，没接到就伤害比较大，不过打得非常的扎实，尽量怕掉就回来了。哇，所以刚才提到比较可惜的是，因为接下来又是连串的左打，那这一名打者今天打得真的相当不错，在两坏球之后还是想跟吉尔贾德来做一个对决，结果越过了王伯荣的一个防线，现在变成了7-4，加拿大队呢又有着3分的一个暂时领先。哇，这个球真的也被他打得非常的扎实，非常的深远，右外手差一点点，哇，王伯荣也已经尽了全力了，哇，只差大概一个手套不到的距离，没错，我差两个球。